齐晨，我问你一个相对尖锐的问题。嗯，就你来参加节目之前，你现在有固定来源吗？经济上？嗯，有的。但能养固定？能养活自己吗？能呢。你家里现在对你找工作这件事是什么态度？我其实对家里面还是属于一个有点报喜不报忧的状态。你来找工作是想继续做你想干的事儿，还是你真的觉得我得养活自己了？其实还是想干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因为热爱。你既然想继续坚持做你想做的事儿，嗯，我支持你。但是我支持你的同时，我也得提醒你，听听刘群刚才的建议，嗯，也仔细考虑一下马瑞咨询你的那个岗位，好吧？我觉得你们都说得太客气了，我建议你现在就下台，好吧？咱们不面试了，不要走艺人这条路，然后安安心心的回去学一门幕后的技术，再到这个舞台上，可以吗？可是他27了，他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荡了。我跟你这样说，你的父母说的都是对的，你身边朋友说的都是对的，而在舞台上很多人对你说啊，你很棒，你坚持你的梦想，那些都是错的。因为我们是一个现实的世界，我们要生存，你以后还要结婚，你还要生孩子，你得有一份糊口的职业，不能再拿自己的兴趣当做谋生的手段了。不对，我觉得不对，我觉得就是别的不说，起码让他做电商运营主播这种岗位是适合他的。他想做吗？他到这个台上就想做艺人，他习惯台前的那种聚光灯下的生活，他根本没有准备做好什么客服啊，什么这些，他根本没有准备好呀。他做直播电商也可以在荧幕上，也可以利用到他的优点，所以你理解不了长得好看的人，然后怎么就不能给年轻人鼓励了？不是挺惊慌的，我们还蛮怕那种场面的，大家会有那个激烈的矛盾碰撞那种。但是我很开心的一个就是，大家是在很看重我身上的这些问题，我觉得是有一些思辨在里面的，我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事情。谢谢常老板。是这样的，因为我自己也深深的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我知道我现在有很大的危机感，包括就算我歇一个小时都会觉得非常的急。但是我说实话，我问过自己，我还是会很努力很努力的去拼到我不能做为止。但是曹老板刚才我们说的这番话，我会一直放在心里面，我会把它作为我现在更加努力的一个动力。我觉得你记住了，有的话可以听，有的话可以不值得听。对于刚才我给你讲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部分，如果现在一些电商直播你喜欢 cosplay 二次元，我为什么不能打扮成二次元来带货呢，带零食呢？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我照样活在荧光下，活在一个主播的领域当中，我通过我的方式，我喜欢的方式把它集聚一个变现的一个表现方式也是 OK 的，对吗？舞台不仅限于台上，你在任何只要能展现你的地方都是舞台，明白吗？实现梦想没错，只是老师们给你的建议是告诉你，你已经27了，马上28岁了，只让你面对现实，在现实基础上怎么还可以用自己的爱好去能够产生价值。我倒是觉得马瑞刚才说的有一点启发了我，就是如果你真的还想做你喜欢的事儿，你先在舞台上找一份工作，这份工作既能养活你，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你的梦想延续，我觉得是今天你来到非你莫属一个相对折中且适合你的方案，好吧？